好，我们看123页，113经。好，前面这个如当说有即当知，亦如是说那这个有即当知，其实就是主要是有部的三世有说那这个在最前面的这个，我看一下最前面的因而一切有看57页，这个再看到沿路经起也说到一，看到64页后面课本64页。64页这边讲到义理这一部分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上次我们讲过但是太久了忘了那这里就讲到因为有三世有的问题就是这里的111经前面都是当知有即当知那忽然间看到这个会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我们来看这个64页这里64页从义理方面第二段我们稍微看一下他说杂含里面已经加入受一切有部特有的见解三世实有那底下就引用杂含经云何一切有经，肯定的说这个是之前的已有过去色，已有未来色然后后面这个再加到到处说如当说，如是有即当知，亦如是说就是指这部经这里就是他常常会有就是加入这个三世有的，就是我们这个111就是课本里面的这个111到113这边111到112如说这个有即当知就是实有如是有即当知，如是实有即当知，亦如是说那么这个在南传的相应部里面并没有。好，那再翻回来就是如当说有即当知，亦如是说就是这也是受一切有部里面特有的实有。好，那再看113经他说有这么一天佛在七缘精舍这个时候世尊跟这些比丘说，我今当说有生边，有生即边，有生灭边那前面就是有生即去道那有生灭去道有生即灭道，有生即道那这里就讲三个，有生边，有生即边，有生灭边那么谛听，善思念之。那如果我们要来看，就是基本上如果有依四谛来讲如果依四谛来讲，完整的讲就是有生、有生即、有生灭，那前面就是有生灭道有生灭再加上有生灭道就苦集灭道，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里就只是讲生即、生灭。那么云何有生边开始在说明，那先解释。那早上我们说有生即，这个有生那有时候会讲世生，有时候会讲有生基本上就是有世之生有生它就是五蕴生它这里就有解释那么有时候讲世生，那其实就是有世之生其实就是翻译的问题而已你翻有生、翻世生、翻有世之生那就是五蕴生就是五蕴生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嘛就是五蕴生。那五蕴生里面最主要的主体就是世
就是是，啊，这个身是和合的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主要是了别，啊，那么在五根上，在色的这个五根上起了别，眼、耳、鼻、舌、身。或是在意，这个是意根里面，另外有意根，啊，这个在五根上起了别，它就是眼识，眼识，在眼根上起了别叫眼识，在耳根上起了别叫耳识，乃至于在这个心这个意根上起了别，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不是意，但是一样心受想行，这个是心，啊，心相续叫做意。刹那生的叫灭，了别的叫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那，啊，应该是这样写。那么识在这个感官上起了别，产生识，啊，如果这样意意，那是生直到色，在意根上起了别，这个是识，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就是它是眼识、耳识，其实是同一个识。那么这个识在了别，在眼根上起了别，那么了别之后，就是这个是根。这个是根，啊，那么在境界眼根跟色尘，在眼根跟色尘这个东西了别，了别这个色尘，啊，就是了别，了别就是了别，了别这个色，辨别这个是了别这个色，是了别这个色，是单单不能了别，要透过眼根才能了别。你眼睛看没有打开，你这个是不能了别啊。前面的青黄赤白，啊，你耳朵坏掉了，你这个是没有办法了别。它要借由这个感官才能了别外在的一切境，所以叫内六处外六处嘛。就是这个是要透过这个是要在眼上起作用，才能了别青黄赤白。如果它的眼根坏掉，它就没有办法了别青黄赤白。他要透过耳根了别啊，这个男的、女的、动物的声音、风的声音啊。那么，如果耳根坏掉了，他也没办法啊。那这样眼、耳、鼻、舌、身、意啊。那么这一些了别之后，了别这个色之后，就产生受想行的这样的反应啊，苦啦、乐啦，种种的印象啦啊，那。过去的印象啊，未来的想象啊，啊，反正就是这些，啊，那都是在这个识。那么，所以一般就把它叫做有识之身，啊，那这些是因为识了别之后产生的心所，啊，其实是这样，嗯，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有身有识之身，啊，那也因为这样产生有情的主要两个症状啊，一个。有情就是有情，有情爱，有情事，有情主要是这两部分嘛。有情爱跟有情事，那有情爱就表现在受想行这一边，有情事就表现在这个了别这一边啊，其实是这样啊，那就会产生心所啊，喜欢不喜欢啊，那种种的这一些啊感受。那我们来看啊，他说啊，我今当说有身边啊，有身即有身灭。好，那什么叫做有身边呢？啊，你看他这里就讲，其实就是五蕴身、五受因。那么什么叫做边？那佛法很常用这个边、苦边啊，那个这个烦恼边什么边啊？那如果在这里有生边啊，有生即边，有生灭边，这个边应该是之前啊翻译的时候这个很常用啊，就是比较常用。现在我们比较常用这个边，边就是边边嘛啊。那么如果照这个文章的意思来看，其实就是我现在来告诉你，有生就是五蕴生这一件事，其实就是这样而已。我现在来告诉你这一件事啊，烦恼边啊，就是烦恼。如果是烦恼边是
烦恼到边了啊，就是过去烦恼边就是什么啊，就是解脱了啊，叫苦海边啊，其实到边了，到边在过去就解脱了啊，就过了啊。那么这里的边基本上就是啊，那基本上可以讲说啊，我就来告诉你什么是身啊，或是说你告诉你这个无蕴身这件事啊，说无蕴身怎么有的，无蕴身怎么会没有啊，这件啊，所以就是说啊，有身边啊，有生即边，有生灭边，告诉你怎么样有因有缘世间即这件事是怎么说，有因有缘世间灭这件事是怎么说啊。好，或是说这一部分啊，是这一部分的道理啊，这一件事啊啊。好，那为五受因，那、啊、就是五蕴啊。云何为五啊？有哪五？哪五受因啊？就是身体有哪五部分？啊、色受想行识啊。那么有色受想行识这五部分，那这个是印度人的分类，其他文化的人好像也比较没这么分啊，那中国也没有这么分啊，但是中国在身体这一部分啊，也不是讲地水火风啊，他通常在设法这一边会讲金木水火土啊，那身体这一部分他有讲叫七情六欲啊，但心跟心所，我们会看这个。《阿含经》里面基本上就讲五蕴啊，心所就是受想行。到部派的时候就非常多的心所啊，非常非常多的心所啊。那烦恼主要基本上也没那么多啊，后来就烦恼就分得越来越细，分得越来越细啊。这跟我们世间是一样的了啊，一开始没那么多科别啊，后来就越来越多科，越来越多科啊，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啊。那他说什么叫做有生边啊？就是五蕴，五蕴是指什么？五蕴这一件事啊，五蕴这个概念是指什么啊？五蕴就是指五个部分，各都各个不同的部分啊。那这五个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个生命结构，生命主体啊。那这个生命主体是由五个部分合合而有的啊。那通常其实就是两个部分了啊，就是物质的跟非物质的啊，或者是说精神的跟非精神的啊，其实是这样。那或者说物质的跟精神的啊，那印度人的说法，比如说耆那教，他就主要叫做命跟非命啊，命就是精神的啊，非命就是非精神的啊，那主要是这样。或是讲色跟非色啊，那物质的跟非物质的啊，那色跟心就是物质的跟精神的。好，那这五个部分，那为何有生即边？好，那这里就讲到，那为什么，什么是五蕴？这是第一个问题。五蕴是什么概念？指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会有五蕴？啊，好，那这里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这个文的翻译的问题。啊，他说为受当来有爱，这导师的。啊，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你这个原来没那么复杂了，但是因为他翻译的问题让他变得很复杂啊，本来只是当来有爱，他多一个说当来有爱啊，所以这里如果你看不同的解释，可能就有不断句不一样啊，他就会有不同的解释啊。啊，那么我们讲有生即这件事，那么他的解释是受，那多的这个受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啊。受当来有爱，当然你可以说你因为当来有爱而承受而拥有而招感的啊，那么也可以这样解释，反正你就是你看怎么去解释它合理嘛啊。那但是我们先来看啊，就是各个不同的说法啊。受当来有爱，当来有爱我们就知道了啊。那当然有爱基本上就是希望未来啊，就是这个生命的存在嘛啊。那一般我们讲
讲这个生命基本上有三种爱啊，这个生命的字体啊，五蕴生生命的字体啊，五蕴啊，这个心就是五蕴生啊，五蕴生命的字体，它基本上主要的三种爱了啊。那么一个是字体爱啊，爱着这个五蕴生啊。那瑜伽师尊讲四种啊，那大家找看看啊。那主要是这三种啊，字体爱啊，一个是境界爱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叫做我所啊，一个是后有爱啊，那主要啊，那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就是当来有啊，这个其实就是后有爱啊。好，那么贪喜惧比比乐着啊，就是贪喜惧比比乐着啊，这就是讲一般讲四种，我看见了啊，就这三种啊。其实后有爱、贪喜惧行爱、比比喜乐爱。好，那他说当来有爱、贪喜惧。当然有爱是一个贪喜惧，比比乐着好。那么如果这样来看啊，那一般的说法啊，那我们来先来看，就是它其实这是跟这个三爱是其实是一样的。那么这个贪喜惧，那有时候叫做贪喜惧行爱，贪喜惧行爱啊，那比比乐着，比比喜乐爱啊，有些叫做比比喜乐爱啊。那有的叫做贪喜惧行爱，那当来有爱啊，它基本上就是这里讲的后有爱啊，后有爱或是可爱或尔爱啊。好，那这个后有爱有一些。它分成两个，从这个后有爱再分成两个出来啊，所以这个后有爱分成两个出来，一个就是渴求永续的生存，有时候叫做后有爱叫做可爱，渴求的爱。那这个可爱里面，这个可爱里面又分两个啊，一般把它分成就是可爱了。那可爱能感后有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啊，应该是这么说，应该是这么说啊。这个当来有爱，应该是他能够感当来有了啊，这个感受啊，就感当来有爱，那基本上它叫做可爱。那因为这个可爱，因为这个可爱能感后有，我们应该这样讲啊，就可爱能感后有。由于这个可爱能感后有啊，应该写在这里。好，好啊，等一下来解释这个受的问题了啊。那么也可以就是感当来有爱，这个受应该感受，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啊，它也通了啊。那么可爱啊，可爱分成两个啊，那这个可爱主要是啊，我们写在这里好了。所以这个这里有一点点复杂啊，就这个因为翻译的问题，那有一点点啊，有时候我们就是你会看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就是有一点复杂啊。但是我们现在先把它稍微弄清楚，它这个可爱里面又分两个啊，一个是渴求永续的生存，永续就是这一生完了下一生，下一生完了就一生一直永续的生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后有爱。对
对于后有存在、未来存在的执着。啊，那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后有爱。啊，他所以这个当然有爱里面有后有爱。那一个是对于现在本身啊染着自身的存在，这个就是自体爱。那这里应该就是境界爱，啊，染着自身的存在，自身就是这个无应身呐，啊，这个就是自体爱，染着自身的存在。啊，这个是现实的存在，这个是未来的存在，啊，渴求啊永续的生存，这个是后有爱，染着自身的存在，这个是自体爱。所以如果这里的三爱，这一般我们是这样说的，然后这里的三爱基本上就是可爱，就是一般把这个叫后有爱，当下的也是，后有爱跟自体爱，然后贪喜惧行爱，那这里就分出来了，这里是这个都是境界爱，这个是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对于他这里分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这个我们可以讲它是境界爱。那境界爱有分两个，一个是对现在已经得到的东西染着，那么对未来还没得到想得到的东西需求，所以这个是染着现在可爱，染着不是渴求应该是这样渴求。不是，这里是染着，这里是染着现在已经得到了，现在已得的可爱的东西，贪喜惧行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副钻戒啊，然后有一个宝贝儿子啊，我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啊，体贴的先生，反正种种啊。那么染着这个，那么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染着，现在已得可爱的。那么这样它叫做贪喜惧行，就是你在这个境界上不断的贪爱，前面讲的贪爱染，贪爱赞叹染着然后兼住喜乐，上早上不是讲吗四个爱那么就是喜爱然后赞叹染着兼住其实就是这样，你在这个境界上那不断的运作惧行就是一直心在这个地方用心用力那么加深加大那其实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染着，那这个呢，这个就渴求渴求未来还没有就想象未来去追求，希望我未来有怎样，我未来有一栋房子在阳明山有这个一辆跑车可以再去兜风反正就想想这些，希望拥有这些，那么这个叫做比比喜乐爱大概这样了。那对这个爱的不同，那一般他讲，不管南传北传都讲这三种爱就是当来有爱、贪喜惧行爱跟比比乐着爱。那这个一般我们就叫做境界爱那这个境界爱，那这个里面这个境界爱就是对现在已得的跟将来想得的境界产生爱乐追求，那这个是自体爱那自体爱里面有包括现在的自体跟未来的体，未来的生命，那这个又分出自体爱跟后有爱其实是这样那这样会很复杂吗知道我在画什么吗我说不晓得会不会很复杂那所以这里的自体爱、境界后有爱，基本上都是从五蕴生而有，这个都是从五蕴生而有的。这个境界爱分已得的跟未得的，已得跟未得的那未得相得那已得坚持那如果真的把它细分，就变成四种就是这个当来有爱就分自体爱跟境界爱，这个境界爱那自体爱跟后有爱，这个境界爱就分现在已得的、未来已得的好，贪喜惧行、比比乐着
大概这样啊。好，那我们要讲的还不是这个，是讲到这个兽。所以如果是这样来讲，这个兽也可以当作感受来做啊。我们先写起来，等一下怕忘记啊。这个兽也可以当作感受来说啊，但是有时候好像也不需要这个兽，有时候是爱啊，反正啊。好，我们再来看好了啊，先来看。然后他在后面再说，他说：“当来有爱，贪喜聚，比比乐走，四门有生即变。”啊，这个还没结束啊。那有生灭，此兽或是此兽当来有爱。如果是这样的话，照前面的，那就是这个兽当来有爱是一句，兽当来有爱是一句。但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嗯。他有一些没有这个受字啊，他只是写当来有爱而已，并没有这个受。好，116经，看后面而已啊，来旁边就有啊，旁边116经就有啊，下面呢不是旁边啊，下面的116经我们看一下啊，那有没有？他说云何有生起，我们对照就知道了，当来有爱有没有？贪喜聚，比比乐左，四名有生起，有看到吗？第三116经第三行，你看他没有受，他只是写什么叫做有生起，就当来有爱贪喜聚啊，那前面就多一个受啊，所以这个受到底是多上去的还是他在说明的啊？然后不是这样而已，麻烦的是有一些经典啊啊，你看这下一经前面有个兽，后面就没有个兽了啊。他有的是没有兽，那是这个兽要怎么解释啊？他多加一个字，我们就很麻烦了啊。但是你说感受啊也可以啊，那或是感召啊，那有的是像中阿含这个词语就是翻译的问题了。他也许那个梵文的翻译，他们不晓得是翻得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这样才对？还是这样不对的？有时候我们因为你要去比对才知道，在中阿含啊、里面，它13经，中阿含有一本经啊，我都没有看到啊，我只写中阿含的第13经啊，他这样讲：为此爱，受当来有乐欲共聚，求比比有。他这样翻啊，为什么叫做有生起啊？为此爱啊，为此爱啊，那你就会看到116经的这个翻译啊。那么什么叫做有生起啊？为五受因当来有爱贪喜聚比比乐左啊，为此爱，他是这么翻：为此爱，受当来有。受，那当然这样的话，那就是因为你这种可爱会受当来有啊，他是这么翻啊，为此爱受当来有，那这个受啊，那如果这样来翻就是受当来有爱，有没有？那为此爱受当来有，然后他下面是写啊。乐欲共聚啊，乐欲共聚。这个乐欲共聚就是这里的啊，贪喜聚聚行啊。那么乐欲共聚，求比比有啊，你看它翻译的不一样啊，但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对照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三个。当来有爱贪喜聚行，比比乐左，求比比有嘛，这个就是求为求取未来的嘛啊，能够拥有用这些拥有这些啊，那现在有的啊，希望一直拥有啊，一直拥有这些，一直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这个是当来有，当来有我们就说分成
啊，分成自体爱跟后有爱啊，其实是这样。那他写的是为此爱受当来有啊，那我们如果这个受不要管他了啊，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反正就是跟一百一十六经一样啊，这个受把它当个多余的就好啊。但是有一些你看其他的翻译有时候又啊又不一定。那多数的经在讲到涉及的时候啊，通常都是没有这个受的啊，这个我们后面看就会看到很多了啊，就是当来有爱啊，通常都是当来有爱贪喜聚比比乐作，都是这样而已。当来有爱贪喜聚比比乐作，通常都是这三个而已，没有那个受啊，没有那个受。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如果你把那个受就变成是感受啊，那也可以。但是感受当然有的爱啊，也可以这么说了啊。但是如果这样，我们就啊，反正我就认为你多那个没多那个都没关系啦，多那个受没多那个受都没关系。多数是没有那个受的啦啊，那因为这里有一个受，它是不是有特别要表明什么啊？有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这个问题。那看起来好像是，如果是这样来看啊，就是如果在中对照中阿含的啊，其实他肯定要说明些什么，受当来有这个概念啊，此爱受当来有啊，所以说受当来有爱啊。如果依照中阿含的这个经啊，他只是要表明这种概念。那基本上因为当来，因为这个当来有爱啊，它是包括它重点是自体爱跟后有爱，重点在后有爱啊。后有爱是招感生死的一个重要啊，就是所以叫做我见我爱嘛。那么对于自体的执取，那么会招感未来的生死。那你当你发现啊，其实是无我的时候，那个生死的根就断了，你就不会起后有爱啊。就好像你看到那个金子，一直想去把它搬回来，当你发现那个其实不是金子的时候，你这个心就断了，你不会天天想去怎么把那个金子搬回来啊。不会啊，那自从你知道那个不是金子之后，你就再不会啊，常常啊，这个想要去把它搬回来。但如果你知道那个是真的金子啊，有人看见你不好意思去搬，等没有人的时候啊，想办法去把它搬回来啊，不搬回来就很难过啊，就会有这种心呢 啊。那后有爱也是这样，就是说你对于自体的自体爱会向它延续生命永恒的存续的这个问题。所以一般讲到无我，有时候会起恐慌，啊，那无我，那我以后我怎么办？死了怎么办？死了都不存在了，啊，我不存在这个世间了，那我不能再以后永远永远再也没有我这个人了，我想起来都很恐怖，会起恐怖，啊，所以波罗经常讲啊，有一些人听到一切法空啊，一切法无我啊，会起恐怖，啊，他心里面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啊，这个是很强烈的后有爱了。好，那后面会很多了，很多经都是讲啊，讲这个贪喜俱行爱比比乐之爱及当来有爱啊。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233经，我看一下在哪里。233经，哎，这里没有，这里有233经吗？我这里写的是这样，177，啊，叫六路出去的，一二三间，不晓得在哪里，啊，没关系啊，不要再看了，啊，再找不到找到哪里去了。好，以后我们看到再还过来看就好了，啊，因为蛮多的，我这写资料还写蛮多的，但是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啊，就是有升级。啊，这个受当来有这个，啊，其实我们就把它讲当来有爱了啊。好，那即此啊，你看他又说即此受当来有爱啊，就即此当来有爱啊，那就是受当来有爱啊。那贪喜聚比比乐作啊，无余断土啊，那无余断。无余断其实就是永断无余啊，你把这种
把这三个爱，当然有爱、贪喜、惧行爱、比比乐着爱，断而无有余啊！把这个爱断无有余，没有剩一点剩余啊！啊，那么其实就是断尽，断尽一般的说法就是断尽一切烦恼，因为贪爱是一切的根本，你爱断你就解脱啊！因为这个爱又分啊，分成什么啊？对，欲界、色界、无色界，叫贪欲贪嘛，欲贪、色贪、无色贪。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说，你断一法，我保你解脱。断什么？断爱，断嗔还没解脱。断嗔是证什么境界？断三果。断嗔是断三果，断爱没有啊，因为爱比较深细，它有所谓的爱就是贪啊。我们主要的两个烦恼，一个叫做我见，一个叫做我爱啊。所以我们刚才写的那个啊，贪喜惧行爱，比比喜乐爱，这个是我所，我爱就分成我所爱啊。你看哦，我们把它回归一下，你就知道了。我所，应该啊，可以这样写，我所，我爱我所爱啊。那我爱就是什么？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叫做自体爱，我的未来叫做什么？后有爱。我的现在的我跟未来的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是现在的我叫我的自体嘛，啊，那未来的我是后有爱，啊，这个就是我分成现在跟未来，啊，染着爱着渴求未来的我，啊，那么染着现在的我，啊，基本上就这样。我所就是境界爱。这个就是我所爱，我爱，那我所就是境界爱，那么境界爱就是我所拥有的嘛，啊，那么这个又分两个，我已经拥有的，当然是好的了，不好的就不要了，啊，我已经拥有的跟我未拥有的，啊，已有跟未有的，啊，我已拥有的跟我还没拥有的，已有的染着，未有的渴求，现在的染着，未来的渴求，就是这样，啊，就是现在的会染着。现在拥有的会染着，已有的，现在已有的会染着。染着就是在这个境界上，在已有的这个字体，或是已有所拥有的这个物体、东西上，或是人事物，一切人事物，或是字体，已有的字体跟已有的人事物上染着啊，这个是已有、现有的。那么他染着不舍啊，那么未有的、未来的啊，这是未有跟未来的，未有，但是基本上是想有了啊，想要有啊，未来未有的跟未来的境界渴求，因为没有嘛，还没有嘛，还没有希望有，还没到。希望有这样的状态啊，产生渴求，那这个就是贪爱啊，就是我们把这种三种爱啦，再加上我爱、见我爱啊、我所爱这种，我们把它回归起来，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我爱，这个爱基本上从不同的层次啊，前面我们讲啊，有贪喜啊，有喜爱。赞叹、懒着、坚住啊，那这里基本上我们把它从不同的生命层次啊，就是正懒爱的这种层次不同，它又分欲爱就是贪爱啊，有时候写作贪，有时候写作爱啊，那也可以讲欲爱、色爱、无色爱，但我们习惯说欲贪、色贪、无色贪啊，就是这样啊，它就是同样的东西呀 啊，中文翻可能不一样，但范文应该是一样啊，欲贪、色贪，色贪不是贪色哦，啊，无色贪，它是色界无色界的贪，这个是三界的，啊，你不要说色贪是贪色啊，不是哦，啊，色是欲界的而已，啊，那就是色界的，
那色界基本上是贪禅定的，啊，心的喜乐比较多，啊，那无色界的极尽，啊，欲界的无欲，无欲是最初的，啊，感官的刺激很明显，这个是心的喜乐，啊，这个是连心的喜乐也不那么就更细了，喜欢那种极尽，啊，那这种极尽不是真的极尽，不是涅槃的极尽，啊，那它就是贪了，啊，那你有欲贪就会生欲界，色贪就会生色界，无色贪就会生无色界。那这里是你有后有爱，你有自体爱就会有后有爱，你有自体爱后有爱就会什么啊？就会轮回，就会再来。自体爱一定有后有爱啊！你爱惜这个自己，你一定希望这个自己能够什么一直延续啊？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是爱，它有三个层次啊，所以你把爱断掉了，意思是你把欲贪、色贪、无色贪断掉了，这个叫三界。那你由这个贪起烦恼的，那你把三界断掉了，你当然就什么样，当然就解脱啊，啊，这个就无余土界啊，这个就是解脱了。三界才有生死嘛，啊，你不在三界里面，你就出生死了，啊，那我见这一部分啊，你看哦，啊，这是我爱，其实就在那。那我见这一部分啊，它不太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主要两个。啊，我们说主要的啊，它是两个，叫做啊分别我见跟根本我见。啊，有意识分别而有的，然后根本我见。啊，那么这个分别我见断掉，就是证出果。啊，所以出果断生见，这个有时候叫生见。以这个自身为无我啊，就叫萨迦眼见啊。那么这个断掉了，证出果；那根本我见啊，那么断掉了，就证阿罗汉，证四果。那因为他根本我见没有断掉，所以他多少还有余有一点我爱啊。但是就是他不是啊，一般只取有我的那个我爱啊，他是他有维系的啊，我慢我爱还在维系的啊。就是我们叫做余慢未断，这个慢就是我慢啊。那么所以基本上啊，那么如果爱断掉，那一定解脱啊。那么我见断掉，如果就是这个我见包含这两个，那一样没有我见就没有我爱，我见一定会起我爱，我见一定会起我爱啊。那我爱一定是由我见来表现出来，就是我见表现出来就是我爱，就是爱我所拥有的，它就是分自体爱、后有爱、境界爱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好，那这个再分析来啊，就是对于色受想行识或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分析来就是对于色身香味触法啊的染着啊，就是内六处，这个是外六处啊的一种染着。那么自体爱基本上是就现在的，后有爱是就未来的啊。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无余断啊，就是把这些烦恼都断掉了。那基本上其实就断两个烦恼而已了啊。简单讲就是断一个，我见断，我爱就断。简单讲，我见断，我爱就断啊。是吧？我见最主要的，我见就我们讲无明，所以十二缘起追到最前面是什么？无明，无明有很多啊，就是不知善、不知恶、不知业、不知报，反正这些都叫无明。但是根本无明是什么？不知什么？不知无我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缘起他讲这个啊，啊，追到最前面就是无明啊，追到前面就无明，无明前面没有了啊，一切都从我见中来。所以佛法你看最前面都是讲什么啊？叫阿含经讲什么啊？讲无蕴无我，讲六处无我。讲缘起无我，就去讲这个啊。那你这个能够理解，彻底理解，那你就能够断生死根本。他就这么叫你怎么观照无我啊？怎么观照无我？所以他不断的跟你讲无常、苦、空、无我啊。那你怎么样从五蕴去观照无我？怎么从十二处去观照无我？怎么从十八界去观照无我？怎么从缘起去观照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早上讲啊，那么
大圣里面最主要是让你无私奉献，从无私里面渐渐就成就我，其实是这样，你不为自己想啊，从无私渐渐到无我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这种观念就是让你诱导啊，或是让你透过实践，你就算不知道这个理啊，你不知道无我的理，但是你因为无私渐渐渐渐你就无我、哦、啊，其实是这样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好，那所以你不要讲什么像布施啊，他也一样啊，就是不是我在布施啊，我布施没有什么功德啊，那么我也没有布施什么啊，但是我就是布施。那你不执着我在布施，不执着我布施的这些东西，那个就是无形中要消除这些我见我爱哦，无形中就渐渐渐渐慢慢慢慢，你都不为自己啊，那这是一种。那阿含就是解脱道，他就是你要你也这样做，他先少欲执着，减少我爱，解脱道从我爱我所爱下手，解脱道从我爱我所爱下手，就是我所执取的东西尽量减少，减少那个执取啊。那从哪里开始？从你只能拥有生命所需的东西，其余的都没有拥有，只拥有生命所需的东西。所以它就是四供养嘛，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这四种，而且这四种还规定你不能太好，数量不能太多，品质不能太好啊，颜色不能太鲜艳啊，反正它就规定你这些，因为这些都会让你懒惰的嘛，会让你起我所爱的 啊然后或是这个境界爱的，所以它就让你即使拥有也不会贪爱，因为这个没什么好贪爱啊，就变成这样啊啊。然后数量有规定，你不能够一直要拥有很多，拥有很好，平时没有啊，就他，而且这个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的没有，没有这些没有。那生命自体需要的，因为没有这个不行啊，都尽量让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起贪爱，不会嘛？是不是？哦，那所以他就从这个我爱下手，我爱我所爱下手，那有少欲知足，那么。让你所拥有的只是维持生命的，只是修道要用的，其余的它不让你增长，因为你没有你就比较不会想拥有，而且就算你拥有的你也要舍出去，你就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拥有，对不对？即使你拥有了你都要舍出去，那你拥有做什么？你就不会心里面你就不会有那一种渴求未来想拥有的，不会啊，因为我拿了我还是要拿出，还是要舍出去啊，而且还要被处罚，那我干嘛？哎，戒律里面是这样的呢，啊，我还要被处罚，那不行啊，啊，所以他就会比较断了那一种，啊，我们叫做啊，比比喜乐爱，不会啊，未来我想啊，以前也会啊，啊，要想去想要拿一个比较金波银波，哎，不行啊，你拿了金波银波回来要舍出去啊，啊，那你看后来就不会想要，他就是这样，解脱道从我爱我所爱下手，菩萨道比较从。我见就是不要为自己，不要为自己，就算为别人做也不要想到自己会好啊，自己很厉害，自己很伟大，我也不想这个，那么这个无形中就慢慢去我见啊，其实就是，但是不管你从我见我所见我爱我所爱都是什么，都是可以证悟，其实是这样的，你都如果发现研究你就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好，先下课。